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。他的技巧太好了，然后音准太强了，拍子太稳，感情太棒了，赢定了。小波说赢定了是只是他个人的看法，不代表其他两位评审，以后请把话讲清楚，不要代我们发言哦。到底是哪一位参赛者引发评审之间的意见分歧呢？此外还有许久不见令人期待的抒情歌王，更不敢